为15分钟。院长，各位先进，麻烦请行政院张院长。请张院长。林委员好。院长好，好，辛苦了哈。不会不会。院长，我今天想跟你谈谈转型正义的问题哈。我是不是先请院长说明一下哈？您认为转型正义的定义是什么？转型正义就是说，过去多年来如果有一些对于这个民众不公平的地方，现在希望能够把它纠正。比如说过去的滥权啦、不民主啦，那且经过我们现在要推转型正义，应该经过一定的程序嘛，对不对？也要改善这样的方法哈。来，我给院长一个定义哈。来下一个。好，其实联合国的前任秘书长讲过哈，他说就是针对大规模的滥权所进行跟建立的程序跟机制。来目标在确立责任、服应正义跟达成和解。我想院长可不可以认同这样的说法？应该可以。大致上我们大概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想请院长您个人的看法，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转型正义做得怎么样？这么过去这么多年应该陆续有在设法去弥补在做。但是有待努力啦。我们来看看现在。我知道不是百分之百做完了。我们来看看现在民众对我们转型正义到底有什么反应。其实有76%的人民，台湾人民认为说我们转型正义做得不够。那我现在请教院长，转型正义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院长的看法，转型正义应该做什么事情？过去不公平的事情、不正义的事情，先一样一样去个案厘清，然后看怎么去弥补。还是要个案的处理嘛，对不对？那我请教院长，你认不认为应该第一个步骤、第一个阶段应该先把一些真相把它找出来？是，好，是嘛，好。所以事实上，我们第一个步骤，好，来下一页。第一个步骤其实是真相调查，第二个步骤是针对过去受害的要赔偿或补偿，第三个步骤，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同时要改变国家的制度。这个院长不反对吧？对啊，像228就是这个样子。好，来，我们来看有没有做到。来下一页。其实1981年到2006年，全世界有46个国家分别成立了所谓真相调查委员会或是各种委员会，来调查过去不民主专制情况的一些真相。那这里我想请教院长，你认为真相调查我们做得好不好？就我所知的个案应该是有在努力了。像其实这个部分来，这个部分其实是台湾做的最糟糕的一个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最多的所谓228的补偿，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有被害人，没有加害人，对不对？这是228家属一致的反应。来，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有228基金会，我们虽然有白色恐怖基金会，但是有关真相的调查我们没有查出来。没有真正把真正的元凶或是把真正的问题所在把它找出来，对不对？来，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其实整个转型正义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经过调查以后，经过补偿或赔偿以后，最重要的是改变国家的制度。这个部分台湾也做得非常糟糕了，做得非常糟糕。其实转型正义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因为这样而有改变嘛，对不对？我现在请教院长，我们今天只专心在一个议题上，专心在一个议题上。我想请教一个，因为转型正义期间跑出来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其实我觉得非常奇怪，而且涉及太多的不正义。这个单位叫做妇联会，我请问院长有没有听过？有，有。那妇联会的总称要应该叫什么？很长的一个名字，以前。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嘛，哈，这来电簿就做写的嘛，哈，来，我请教院长，哈，来，妇联会是一个社团法人，还是一个财团法人，还是一个政治团体？是一个人民团体。没有，我请教院长了，是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还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啊？
保定，你恭喜人民团体。人民团体。好，我们来看，在内政部的规定里面，其实有财团法人、有社团法人、有政治团体，是不是这样？是。依照人民团体法的规范嘛？是。好，依照人民团体法的规范，它其实有财团法人的性质，也有社团法人的性质，也有政治团体的性质。来，我们先看财团法人，哈，我们先看财团法人。其实妇联会用什么样的名义登记在内政部底下的财团法人？我对这你知不？他是以政治团体的身份来。我啦，伊冇登记财团法人呢，是最近才转出来呢。哦，这个我就不了解。啊，他有一个中华民国妇联社会福利基金会，这个你知道吧？这个我这个从民国86年登记在内政部底下的财团法人。一直到103年卫福部成立以后，他才改列卫福部。对，好，那这个是你们的职责嘛？也就是说，从86年到103年，财团法人是应该内政部主管。对对对对，没有错。好，那他有没有登记社团法人？他是在，我不晓得，他因为是在人民团体法里面的政治团体。欸，我知道了哈，我是说啊，他有没有登记社团法人？社团你管的呀，啊，你哪不在？社团没有，我不知道了。对了。我知道没有登记社团法人，他有没有登记政治团体？他是以政治团体的名义来申请，所以他是以政治团体的名义来登记嘛，在内政部登记嘛？对，几年开始？他其实这个政治团体这个非常的早，在最早是在这个非常的早，但是我记得民国79年了，79年，79年，后来才改。我要请教院长哈，这个你看过吧？这个建筑物你看过吧？对不起，没有嘞。这个就在我们附近，在林森南路跟青岛东路的交界，这叫妇联会。那有印象，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妇联会还有妇联社会福利基金会，我刚才讲的财团法人就在这里。好，那整栋大楼，你看到那一栋大楼，那个大楼写什么楼？这里看不清楚了，我告诉你，那写美龄楼了。哦，蒋宋美龄的美龄。来，我们来往继续往下看。来，好，那现在我要请教，就是说，他既有登记财团法人，也有登记政治团体。那管理应该由谁来管理？我们往下看，来下一页。好，这里我们刚刚的说明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妇联社会福利基金会跟妇联会是不一样的哦。妇联社会福利基金会是登记财团法人，过去都登记在内政部，最近才改立为卫福部嘛。好，哦，要处理社会福利的问题。好，但是我们讲的是妇联会，它本身是79年登记的一个政治团体。好，我们看下一页。这里这是内政部的资料，哦，全国政治团体的名册非常清楚，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哦，负责人是辜延卓云嘛，非常清楚，这是政治团体。好，来，我请教部长，部长，是政治团体的登记，政治团体应该每年要申报什么？照现在我们的法规来讲呢，它是没有啊这个强制性的，但是内政部在这个在过去，我们为了加强这政治团体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监督啊，那都有要求，希望能够按照我们一个行政命令呢，啊，把他的这个相关的结算呢，啊，能够啊来送给部长，应该这样讲啊，哦，我们希望政治团体公开透明嘛，对，对，所以内政部每年会要求他交决算报告书、收支决算表、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对不对？对。所有的政治团体都一样嘛，是，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也要交所谓的，主要的政党有啦，但是也有很多没有交。所有政党都有嘛，哈，主要政党，但是有人都没有交。好，来来来来，这个就是我要问的问题。那妇联会在这几年，哈，从79年登记政治团体到现在，请问他有没有交过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有没有交过财务报告书？有没有交过预算报告书？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的话，内政部怎么处理？到现在的法规没有办法处理，你再确定一遍，是没有错，没有办法处理，是因为没有罚则嘛？对，没有罚则，是没有罚则还是没办法处理？哎，没有办法处理。来看下一点，可以处理了，可以处理了。哦，其实人民团体法34条就规定嘛，他应该要交这些预算、决算报告都要嘛。刚刚讲的财团法人，他也有规定嘛，规定的非常清楚。那法规上要怎么处理？来，再下一页。人民团体法54条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他不做，你要求他做，他不做，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撤销啊，
可以限期改善啊，可以废止许可啊，甚至可以撤销他的社团登记。请问内政部从民国79年到现在，有没有针对妇联会做过？我了解的是，因为政治团体在这个人团法里面特别提到了，但是它是比较宽松的。在人团法里面没有罚则嘛，但是内政部还是有手段嘛，因为54条讲得非常清楚，你可以撤销他登记啊。内政部有没有试过？不是，因为他是政治团体，我们现在对政治他是政治团体，你们就不能处理。现在政治团体，我们是采取宽松的。我再请教，如果他是政治团体，内政部不要说撤销他的许可了，内政部有没有要求他改善过？我们有去，每年都有要求，有去函要求他来。把这3年要求他改善的拿过来，因为你给我的公文不是这样，你给我的公文是因为没有什么，因为没有罚则，所以我们无法办理。是没有错。对啊，但是有啊，54条就有啊。但是因为我们在人团法里面特别有一张是指政不改善就可以撤销许可、啊。我们有一张特别是讲政治团体嘛，那政治团体都是现在的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来，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在修改的这个人团法的版本里面，我们也认为不管在政团法或者在这里面，应该是要给罚则。好，院长，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党法要修改嘛。我们现在把大小事情都放在人民团体法。对不对？政党法要修改，我们非常赞成。我来签告院长啊，院长你有懂意不？就是我们政党法其实要好好的规范这一块，他不能都不报，然后他只是我老大嘛，我只是政治团体，你也内政部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是有法可管。来，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下面。来，下一页，妇联会的钱主要来自这里，绕军捐。我想院长应该对这个有印象吧。娱乐不忘救国，在电影院都有贴一个娱乐不忘救国，然后娱乐不忘救国就要收绕军捐，收反共救国捐，好，然后请教院长，请教院长，妇联会过去收过很多的绕军捐，对不对？应该是。那请问你绕军捐的性质是什么？就是要用在。它是国家税收呢，还是什么？就是可能当年必须用在特定用途的国家税收，对不对？所谓捐的定义就是必须用在特定用途的国家税收吧，没有错吧？那用在特定用途的国家税收，这还是人民的权利义务吧？那人民的权利义务要规定要收取这个钱，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对不对？我现在请教院长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初妇联会收绕军捐，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那个年代那么早，我怀疑他当初有法源。没有法源依据。那第二个，如果没有法源依据，至少也有行政命令嘛？请问他的行政命令是什么？跟刚才一样，这年代太早了，可能也没有。年代太久，所以没有。那当初是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把绕军捐交给妇联会？这说实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再来查一查。我查了，我查了。我跟院长报告，当初把绕军捐交给妇联会处理，只基于一句话，就是宋美龄说把这个交给妇联会来处理，就交给妇联会处理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转型争议要处理的部分？是不是？没有错吧？他无缘无故人民的绕军捐，这个是人民的税收交给国家的，结果他民间团体可以拿来自己用。来，我请教最后一个问题，院长。绕军捐在民国在这几三收了34年，请问这34年妇联会总共收了多少钱的绕军捐？我们的资料应该快到1000亿。快到1000亿，来，没错，好，来下一页。根据统计是969亿3000万元，969亿3000万元，而且它的绕军捐其实是戒严时期，只要你出口或是你进口结汇的时候。$1你就要收5角，这是绕军捐哦，还有反共爱国捐哦。那969亿3亿哦，就是969亿，将近1000亿。来，请问院长，这个部分要不要处理？就是来自国家的钱，来自人民的税收的钱，结果居然交给一个民间团体，这个民间团体现在登记在内政部底下的政治团体，他居然也不交任何的报告，内政部拿他一点也没有办法。请问院长，这个团体要不要处理？我想第一件事情应该去厘清，设法厘清这969亿的钱这么多年来用到哪里去，是不是有用到绕军相关的用途？用到哪里去，这很重要吧，对不对？来，院长，你能不能在这里做承诺？
如果我们有他的财产来源的依据的话，那我们就依照这样来处理，可不可以？我想就是把他的整个财务状况，刚才内政部讲的，他的整个财务状况搞清楚，财务状况搞清楚嘛，包括他的这个财产。院长，我再请教你，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他的财务状况，你能不能确保这些资料明明白白的在交接的时候交给未来的执政政府，可不可以？如果有的话，我们会交，但是我的了解，现在我们没有。对，没有。答案不是没有，答案是有。2006年，财政部做过这样的调查，财政部要求每一个银行把所有过去到底绕军捐交多少调。好。好，谢谢李委员的咨询，谢谢张院长，谢谢。